什么要这么做？啊！对不起啊，海棠。你知不知道我费尽了心力，冒着生命危险去找那个冰晶麒麟，就是为了赶紧治好你的脸。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但是我害怕。害怕？你害怕什么呢？你治好了脸，就不用永远活在黑暗里面了呀。我害怕你治好了我的脸以后会离开我。那你就想用你的伤疤绑住我一辈子吗？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？即使我留下来，这也只是同情，不是爱，你懂不懂啊，月明？